就是可以一睹我们身后这些美丽加州天使们的风采，掌声送给他们 ，Come on！ 大家好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，也是看天卫视的主持人 ，I'm Kelly Lu。欢迎我的美女搭档，好漂亮哦！怎么样，溜溜球、啊？你刚从飞机上下来，时差倒过来没有？说真的，我还真的是有时差的反应。我今天早上还昏昏沉沉，但你知道吗？只要我刚刚进到了这个场地，看到了我们这么多美丽的女孩子们，而且我知道很多还是单身的，所以我瞬间就已经醒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再一次掌声送给他们，谢谢。昨天我问溜溜球哈，因为我们坦白的时候已经他都见过这些女孩子，我说你最喜欢哪一位？他说只要单身的他都喜欢。好像没有底线，对不对？真的很漂亮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来一点热情的音乐，先让我们可爱的佳丽们先下台休息一下，因为一会儿的时间呢，都会给到大家非常精彩的亮相。好，辛苦了，接下来休息一下。2016年首届美国加州美丽天使选美大赛的现场，那我们的选美大赛呢，是由我们的美国看天卫视主办 ，Bicycle Casino 独家冠名赞助，由创意美式融汇中心的粤海酒家为您提供最佳物流方案，解决海外仓储烦忧的风雷物流集团，一次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一次我的错的丽阳餐饮企业，智能解锁精彩独我，为您打造专业品质的 M1 摄影。Gentlemen, welcome to 2016 Bicycle Cup.The Beauty Engine Semi-Final。 好的，各位现场的电视机前以及我们洛杉矶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呢是我们2016年首届 Bicycle 杯美国加州美丽天使选美大赛的半决赛。